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坤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怪兽达达星人吧。哇，刚刚呢，我的奥特曼来到村庄的时候，竟然发现这个达达星人怪兽被人抓起来了啊！你看，现在呢还镶在这个城堡里面，对不对？哎，是谁这么厉害？把这个怪兽都抓到村庄里面来了呢？你看这个怪兽呢，现在也是一直在挣扎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可不能让它给逃走了啊！来，我们现在呢拿出这个武器把它给消灭掉，好不好？首先呢，我们用这个加特林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用这个加特林在打它啊，看到没？我应该什么鬼，竟然还在这里装可怜哭起来了啊。不过我们不要可怜他啊，尽量把他给消灭掉，好吧？我相信我的这个加特林呢还是可以把他给打死的啊。但是我对付这个怪兽呢好像也是有一点点困难啊。你看我的这个加特林呢都打不死他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啊，我们不要停，放上这个炸弹来看一下了啊。来，我们这边呢还有炸弹，看到没？在他的身上呢已经放满这个炸弹了。来了啊，3、2、1，哦哟，炸弹能把他给炸死吗？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，一丁点都没有。你看，只听到这个怪兽在哭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关系啊，我们现在这边不是有大的这个激光枪吗？我看一下能不能烧死它啊！来了吧？你看，我这个激光枪呢还是能烧死它的啊。那么今天呢就玩到这里，我是小葵，拜拜。